逃犯优助队同护鱼女队一比一平手。到咗第三局，桑原川马将护鱼女卿劈开两边，但系护鱼女卿嘅身体竟然可以还原，而且一啲事都冇噃。跟住佢仲喺桑原面前上演一幕幻海死亡过程嘅戏，桑原嘅常侍之剑被夺去，再加上遍体鳞伤。喺呢个时候，护鱼女卿又再次发动攻势啦。桑原愤怒嘅反击，好啦，就等我痛快啲解决你啦。桑原，弊啦，护鱼女卿选手直头当桑原想做生意咁样打啊！如果我唔系咁样糟质你嘅话，用乜嘢一阵又俾你打翻转头嘅？好啊！桑原选手跌低咗啦，我开始数十下。桑原，你唔使死撑啦。无论点，你都系要死噶啦！如果你乖乖地嘅话，我就俾你死得痛快啲。华真，就算你而家真系有力起翻身同我打，我都可以随时变身，你系伤我唔到嘅。点啊？我睇你都系奈我唔何噶啦！你唔好以为求其打输俾我就算数，我一定要你死，仲要批你个头落嚟当灯坐。你就想啦，你死我都未死啊，死怪物，睇住嚟啦。几好笑，估唔到一个死到临头嘅人都识讲笑话嚟氹我开心啊！唔同你玩啊，早死早着啊！佢呢把。好啦，讲多无谓，行动最实际。如果攞到就好啦。六，你今次死梗噶啦，桑原，你冇得走，要怨就怨你自己。九，华真，你受死啦！嚟啦，伸长啦，你嘅。弊啦，今次弊啦，要死嗰个唔系我，系你啊，死怪物，受死啦！喂，姐姐仔啊，而家你唔使数噶啦。吓，桑原选手又起翻身喎，反而护鱼女卿选手而家跌低咗啦。一，我一你个死人头啊！啊！虽然我一时大意中咗你一招，但系你仲未伤到我嘅要害，所以我可以好容易就变回原形啦。死怪物！咁即系就算劈散要几多次都系冇用噶啦。佢用咩做噶？点样啊？仲有咩绝招啊？到我的身体完全接合嗰阵时候，就是你的死期啦！呢把剑又几好，真系够晒好西好用啊！我要求佢变咩款，佢就变咩款，又真系几听我话。真系唔系亲眼见都唔会相信啊！眨下眼，桑原选手嘅灵剑无啦啦变咗副鹰拍。你到底想点啊？我唔知道你嘅要害系乜嘢，就算再打去都系冇咩用噶啦。只不过咧，我唔理三七二十一，一夜拍鬼变你，你仲唔死？啊！喂，姐姐仔啊，唔好呆咗咁啦！我而家，唉，要验一验佢啊！我宣布胜方系桑原选手。华真哥哥，哎呀，好险啊！
转播好精彩啊！而家狐儿女队以1-2嘅步数落后紧啊！好嘢，桑原，桑原叻仔啊，自叻啊你噶啦，冇嘢嘛！我仲谂住你今次会衰硬添，哦，有咗。桑原你做咩啊？可恶啊！做乜事你唔话俾我听？老太婆佢已经死咗啊！你而家当我系外人嚟咩？做咩唔出声啊？打我啊！你咪以为我知道老太婆死咗之后，就使佢惊到脚仔软走咗去先得噶？蒲饭休咗，桑原啊，你唔好咁啦！唔该，你唔好出声啊！其实呢一件事唔系幽助佢话俾我哋听嘅，只系我哋感觉到我哋冇问过幽助嘅。唔系啊，妈。其实幻海前辈佢系喺我面前死嘅。幻海前辈。幽助，前辈死咗之后，我唯有请小阎王嚟代替前辈嘅位置。我知道以后只有靠我哋自己去争取胜利。我始终唔敢相信前辈嘅死系事实，我仲同自己讲，可能突然之间前辈佢会出现，再同我哋一齐并肩作战。如果我话咗俾你哋知，咁即系要我自己承认，佢以后都唔会再出现。所以我冇讲到，好对唔住。有咗啊！你要赢，系。两队之间的身手角恨一定会为跟着这场挑战营造更加激烈和火爆的竞争气氛的。有助俾心机。我想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的。狐儿女，嗯，我要出去一阵。哎，做咩啊？做咩？唔通佢真系打算出场去同幽助决战？借支咪俾我用。吓？哦，系。喺第四局未开始之前，我想赌翻一铺先。赌翻一铺？佢想搞边科啊？即将开始嘅第四局，我当然会买狐儿女打赢。我今次所落嘅赌注就我呢条人命。唔系啊！用自己条命嚟赌，佢系咪傻鬼咗啊？我明白啦，佢想以呢一局作为今次暗黑武术大会总决赛嘅决胜局啊！即系话，如果边一队赢咗呢一局，亦将会同时赢埋第五局。赢咗一场比赛可以得到两分。狐儿女对蒲饭幽助，一场咁精彩嘅比赛，值得我落咁重注啊？
虽然我左京身为湖鱼女队的班主，但我就没有令到这里的观众满意的战斗实力。正因为这样，我愿意用我的性命作赌注，买湖鱼女胜出，希望大家接纳。咁当然啦，要得到蒲范优助队嘅班主同意，同埋大会冇问题先得。你讲下小号啦，边个咁唔得闲同你咁样嚟赌快？好，我接啦。吓、啊！我将我呢条命作赌注，买优助赢出呢场比赛。我唔系喎。归根究底都是我拉你落水的，那我怎都要做一些小事才似样的。这样不是挺好的、啊、讲开又讲，这个叫左京的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看得出这个人很喜欢豪赌，甚至要他赌埋条命他都在所不惜的。我要跟一个喐下就赌到这么尽的人赌，其实都挺恐怖的。这种这样的人可能会做出些危害世界的事的。有他在这里都挺难有和平的。现在唯一一个可以阻止他继续破坏的人就是你了，优助。好晒时间了，时间了。现在两队都谈定数了。现在只要大会都同意了就可以了。麻烦大家静一静先。头先左京选择所提出的建议，我们已经接会了大会的运营委员会了。由于要开会，所以我现在宣布比赛暂时休息十分钟。哇，又要休息，叫左京上场啦！系啊，快啲啦！我哋睇打交噶嘛。正龙姐姐，你做乜嘢啊？而家呢场比赛终于到咗高潮啦！趁而家休息，我要去洗手间啊！诶，正龙姐姐啊！大会所有的委员咪一早已经被我杀晒咯。都是做戏咁做啫，咁先至会有啲睇头噶嘛。呢场比赛都打咗好耐啦，到而家终于都要分出胜负。冇错。我的父母只不过是一些很平凡的人。我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有五兄弟姊妹。在外人的眼中看来，我的家的确是小康之家。除了我之外，我的兄弟姊妹都做了公务员。就只有我走了这条路，令到我这里有条疤痕在这里，令到我破了相。其实我好喜欢看一些内脏和血肉模糊的东西。最初我解剖青蛙或者一些猫狗。但是过了不够三年，解剖这些东西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了。我开始要去找一些新刺激，就是用人来做解剖。不过很快就又厌了。之后我不再解剖了，反而沉迷于刺激的赌博。我由朝到晚即是不断地去豪赌，结果还赌到入去黑暗世界度添。我记得我曾经试过四次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觉得好少咧。其实机会是有好多的，但系啲对手一听到话用条命去搏就缩沙。结果真系有胆同我咁样用条命去赌的就少之又少了。你同我讲啲咁嘅嘢做咩？我都唔知。
我豪赌咗咁多年，从来都冇试过同人赌命赌输嘅。毋庸置疑嘅系，今次呢一场赌博，我都一样会赢，系唔系啊？我真系好多谢左京先生，你可以咁信任我，我亦都好感激你有咁嘅胸襟对你嘅下属。但系我唔系为人哋而战，我只系为咗我自己嘅啫。蒲范优助同我都一样系咁谂，我绝对明白。大会已经有结论，决定接纳左京损失嘅提议。任何一方喺呢局获胜就得两分，同时亦都会成为今次嘅总冠军。哇！优助，你要赢啊！双方出场啦！我想你们两位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开始。这些笑声是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笑声的？终于轮到你出场了咩？蒲范优助小弟弟，唔系啊嘛？呢只死怪物啦，咁都仲未死得嘅。你头先嗰招有几厉害，系有啲用喎、啊，搞到我左整右整，整咗一轮先至变翻原形。真系难以置信啊！头先俾桑原选手拍扁咗嘅护鱼女卿选手，而家竟然可以再次复活。我谂你哋呢班蠢材，今次想唔死都几难啊！蒲范优助，你冇办法可以赢到我细佬嘅。就算连你嗰个冇鬼用嘅幻海师傅都系难逃一死啊！可恶！冇鬼用嘅幻海同我细佬决战嗰阵，曾经一度变翻后生嘅样子，咁即系话佢用尽晒所有嘅灵力都冇办法赢到佢。佢嘅实力比你仲高，你又点赢佢啊？幻海后生嗰阵眼大大，又真系生得几靓。当时我曾经都想打佢主意嘅。但是他受不住岁月的摧残，变得又老又丑，想找人抠啊，是这样先啦。蒲范优助，你都见到的啦，他到了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啫。一阵间，你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好像幻海一样啊！可恶啊！桑原，不用咁冲动，咪阻住我撞吧。呢一件垃圾好快就会消失的啦。喵啊！擂台上面嗰两个人都好似我咁谂。嚟啦，我嘅好细佬，就等我嚟做你嘅武器啦。啊，要咩好？剑啊，定系枪咧？只要我哋两兄弟联手合作，咁就永远天下无敌噶啦。烂开！你话咩话？唔好阻头阻势啊，哥哥！好恶啊！你竟然咁样对待同佢出生入死、一齐出卖灵魂嘅哥哥，实在太可恶啦！我唔同你。出卖灵魂，但系冇出卖到我嘅性格，阻住我嘅人通通都要死。你啦，蒲范优助，我哋单对单。怕你啊！决战终于来临啦！暗黑武术大会决定性一战即将开始，优助对护鱼女将会系惊天动地嘅一战。俺は這い上がってきたぜ。
お前を倒すために、いや、ばあさんの命をかけたこの思いをお前に見せるために、俺の中の全ての力よ、燃え上がってくれ。これが最後の勝負だ。行くぜ東郡。次回宿命の対決、嵐の大将戦開始。伊達にあの矢見てねえぜ。割れた鏡の中、映る君の姿、泣いている泣いている、細い月をなぞる指、誰を呼んでいるの、消えた恋の背中、何度でも何度でも君の窓を叩くから、夜の愛に近づけよう。